저게무슨냐아미瘦了还好吧，我腰挺粗的。我让惹弟的闺蜜，我们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放心，不会轻易分开的。支持你阿米，阿米的决定，谢谢谢谢。然后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可以就是边看直播边点赞。我们今天的话，主要我跟小玫瑰的事情该聊的也聊得差不多了。如果你们还想，就是还不清楚啊，或者是很担心的话，你们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。后天到时候小玫瑰明天回来啊，明天回来，后天我们两个坐在一块直播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我知道你们也想小苗哥了，你们有没有想小苗哥？叔叔阿姨们刚进来是吧？有没有想小苗哥？想的话打个，打上三个字，想小苗哥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有可能小苗哥也在直播间，有，因为我昨天开播了嘛，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了，他看我直播了，想是吧？对，你们打给他看一下，他有可能在直播间，但我不敢确定啊。哇，这么多想小苗哥的吗？后天五点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想想你们。好的好的，叔叔阿姨们，让惹弟的闺蜜过来啊，让惹弟，他有点害羞，叔叔阿姨们，来来吧来吧。哇，这，他说他是精神小妹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惹弟你也过来嘛，你跟你闺蜜在一块儿嘛，然后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来，往后站往后站，来，你们看一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她们两个是闺蜜，这个红衣服是我家的邻居，这是我妹妹啊。我感觉我们三个差不多一样高哎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阿米晒黑了。确实像黑了，确实像黑，漂亮是吧？他们说你漂亮，赶紧谢谢啊！真的吗？谢谢你。我是去死留不住，让他唱歌，你会唱歌吗？唱一首吗？那怎么去？唱歌。你们想听谁唱歌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给你们唱首歌。我鬼步啊！哇，他要跳舞哎！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真的假的？你跳吧！来，刚刚一起跳，一起跳。你不是要跳舞的吗？妹妹长高了，对，我妹妹现在跟我差不多一样高。叔叔阿姨们，想看的你家的猪，你们想看吗？叔叔阿姨们，要不让我家的猪来这个院子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是小黑猪。叔叔阿姨们，欢迎阿米的好朋友，他们两个在练习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喜欢花格衣服的，应该是这个啊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是我妹妹。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我妹妹，小阿米长大了，对，确实长大了。你们没有预约的，预约一下后天的直播，然后给你们唱首歌，跳个舞，可以吧，叔叔阿姨们？他就笑着，你爸爸去哪里了？这个，我爸爸去外面打工，叔叔阿姨。不要晃，不要晃。阿米走出大山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好。来，再打一声。叔叔阿姨们，你好。介绍一下你自己。你介绍吗？可没有钱，天天看你付，我们俩看你付钱付的这，赶紧赶紧。小苗没有带你走吗？没有，他公司有点忙，然后去忙了。我们已经，我跟小苗哥已经好像有差不多有七天没见了。叔叔阿姨，我们有七天没见。要不我们去上面播吧，上面风景好一点。对啊，你们肚子多大？我去上面可以吧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正好你们想看风景的也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我天，陪着同学的波波。Hello， 去吧，去看风景吧，老铁们。对，有可能他们的，有可能我们去上面给你们跳舞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因为上面风景好一点。上面风景比较好一点，然后你们可以继续的给我点点赞。你为什么？哎，我感觉网络卡不卡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卡的话直接跟我说啊。
网络卡的话，我说你们。哦，我的个豆，网络太卡了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你要为什么呀？网络卡了，卡不卡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卡着吧，那不行，我下去吧。阿姨，快去的妈妈给撕的很。哇，太阳太大了，不行，卡了卡了。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上不来，一上来就卡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哎呀，一上来就卡，现在好了是吧？所以我不敢上去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因为我家后院有很多的李子，很多果子，还有玉米啊、花椒啊，反正太多太多了，豆角啊，种的特别多。我想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就是，我们农村里面的这种。一个了，别吃了嘛。不卡是吧？不卡了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佩德罗。上面海拔高，你一提到海拔，我有点，我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去田园看一下网络卡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这样吧，我下后天吧，后天我把网络那些弄到后面去，然后可以带你们去后院直播，可以吧，叔叔阿姨们？哇，我邻居在数钱，叔叔阿姨们。太有钱了，我的天了！他什么？等我水洗头。他们就刚不了单，不了。哦，这。问你阿牛的事情不回答，不是我不想回答，是叔阿姨们，是我不敢回答，一回答我就下播了，知道吧？热点啊，这边我让我老妹儿过来给你们唱首歌，我们就下播了。我们等一会儿要去背土豆，我背土豆我这腰上起皮了。我怎么穿的了？他穿哪条？对，不能说阿女的事情，一说就下播，怎么跟你，怎么跟你唱一下？你表姐呢？我表姐在我家，叔叔阿姨们，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主要是，嘿，过来抽叉子的小不多，阿米太苦了，没办法，怎么说呢？我，哎，去，刚刚。美女，我帮你背。臭叉子，你想不懂的。好。臭叉子，想不懂的。可以啊，那你们来我家背的话，那就轻松多了。你也可以听弹幕开心，听音乐一样可以开心。你们想听什么歌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不是一问阿女就下播了，是我要去干活了。虽然太阳有点大，但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没有背完。你看吧，我们家，因为我们中午不是回来了吗？中午回来，然后来回来吃饭休息一下，这都是我们背的，山下的嘛，所以只能一筐一筐的背。你后面这位老人是我家的邻居，那个是8+1叔叔阿姨们，来我们这边都要喝的，来我们这边都要喝。红城客栈，这鱿鱼小的要死，今年的收成真的太不好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特别的小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你们今年的洋芋有没有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农村的？有没有农村的叔叔阿姨们？你看这洋芋真的太小的可怜，哎，因为今年一直在下雨嘛，然后玉米的话还可以，土豆对土豆太小了，但是它吃着香，不管是你煮着吃还是炸着吃都贼香。给你们唱一首《风吹麦浪》，然后我就下播了。可以喝，我不确定。给你们唱首歌啊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吗？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？我妈妈说，他们说出来的你都能唱不？你们彝族有文字吗？有的，我们彝族有，好像有什么来着？我会写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有八百一十六个字。
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学过，我把所有都学了，但是现在忘的基本差不多了，因为我高中就退学了，到高二就退学了。唱一首传奇，你们想听传奇还是风吹麦浪？我的楼拉太高了，不好意思，高二退学，可惜没有办法，叔叔阿姨们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小苗哥嘛，然后哎，我家的家庭情况真的挺不好的，然后我就退学了，因为我大姐上大学嘛，费用特别高，还有我下面的弟弟妹妹啊都在上学，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在外面打工，就是负担太重了。唱风吹麦浪是吧，可以，那我就唱一首风吹麦浪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我去家里面唱吧啊，叔叔阿姨跟姐姐们。哎，我然后叔叔阿姨跟姐姐们，你们可以一边给我点赞，然后一边给我直播。这灯光咋这样的呢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感觉有太暗了，来家里面太暗了，去外面又太亮了。一天啊，落不得他们住的了。阿弟，都怎么住的了？风吹麦浪，有腊肉吗？有，在冰箱里面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挺好的。有腊肉，你们想看吗？我可以的，太肥了。很肥。特别肥，我只吃瘦肉，我妈妈他们能吃肥肉，但我吃不了。小苗在吗？小苗哥不在。是这首吗？想吃。那个，我这里有点不舒服，叔叔阿姨们唱的不好，你们理解一下哈。自己家养的吗？对，我们这边都是自己家养的，而且是散养。风吹麦浪，好的好的，你们把赞点到40万啊！我现在唱开始了啊。嗯，开始了，能听到吗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想吃肥肉，我能吃肥肉。你家好几个小孩，只有你干活，都在上学的上学。我唱了啊，等一会儿有点过了。不好意思，又有点过。阿米总算开播了，对我。重新，这次怎么唱？没出，不是唱高了，因为我好久没唱，而且我这里有点不舒服。重新来。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。我感觉我唱不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换一首吧，我这里不舒服，我唱不上去。等会儿我想一下唱啥歌。发预言发了呀，你们没看到吗？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。太难听了，我自己听着我都感觉。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生活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唱的不好，希望你们理解一下，考不好就刷一个姐姐。我今天真的，这里最近嘛，天一会儿天下雨，一会儿太阳大，所以这样吧，我唱传奇吧，然后就当是我弥补了，好不好？叔刷一个姐姐们，我感觉我真的，好好听。你们可以预约一下。
不唱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唱不好真的。我主要是这里不舒服了，然后唱不上去，希望你们理解一下。然后后天我跟小苗哥一起直播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太好听，你们是真的夸我还是假夸我？我都有点不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，心里苦受了很多，还好吧？好听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有没有骗我？因为我觉得我唱的不咋地。好的好的，预约呢？预约你们，我看一下啊，预约。你们预约了的，他是，看不到了的。预约好了的看不到，没有预约的可以看得到。你们预约了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叔叔阿姨们。我还等我还要干活，我等我还要去背土豆，唱的实在，谢谢夸奖了夸奖。你们预约好了吧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预约好了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是预约了的。什么歌？传奇，传奇。你越相信我们前世有缘。哇，这么多叔叔阿姨哥姐都预约好了，晒黑了，没事，黑了就黑了吧，我本来就挺黑的。好，那我就下播喽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我就下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拜拜，谢谢。